二弟，二弟，发。OK，OK。禁止停，拒裆部啊。OK，OK，No。二弟，二弟，发。
开打拳。Time. 耳钉，耳钉 ，five。
义务监督。你那是眼睛行不行？你的眼睛肿起来了，看不见。我就说了，你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眼睛这边已经眼睛肿起来了。安全，安全。OK。本场男子80公斤级比赛的最终结果，由于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戚祥旭在我们医护监督检查之后无法继续进行比赛，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是来自伊朗的蓝方选手法扎德。同时，我们也把鼓励的掌声送给戚祥旭。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2016大成武艺中国综合格斗中外挑战赛的决赛赛漂亮现场。今天担当解说嘉宾的依然是我著名国际赛事的评论专家刘普雷老师。第二选手啊，法德德，他这个选手呢，拳腿啊非常的凌厉，而且他的出击速度、出速度呢，隐蔽性非常强。这个蓝方选手法加德是伊朗国家队散打国家队的队员，他和我们中国选手啊有多次交锋，他表现出来的非常的突出特点，而且呢确实实力不俗。他的综合格斗的战绩是7战5胜2负。在前面比赛中啊，我们看到他是对于中国选手的时候呢，非常办的季度冠军啊、年度冠军，他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高腿上头啊，我看到确实是。他是艺高人胆大，敢出这么高的动作，而且敢这个，给对手的这种强大的压力，在剧烈的这种的很漂亮。对拼中啊，我们看到中超选手呢，现在是显得有点被动，不是要稳住阵脚。毕竟中超选手比较年轻，所以他经历这种职业赛事啊。这种阅历还是比较浅，经验，所以他需要呢很好的适应一下。我们经常讲百炼成钢，只有不断的历练，在比赛中不断的印证和检验自己的这个技术，而且针对性的去提高，才能够在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成就。尤其跟团强手对决啊，是非常好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运动员的漂亮，好的，漂亮。后生可畏，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虽然刚才是开局的时候在拳脚方面是没有占据任何的先机和便宜，可是在对手强大压力下，一旦出现什么破绽和疏漏的话呢，他立刻给对手制造压力，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强的，抓时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哎，现在转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个技术潜质。对手啊，突击的速度快，出速度的非常突然，隐蔽性好。红方运动员是来自我国的，柳化男，身高1米81，体重79公斤的漂亮，非常危险。逃过一劫，我们看到这个选手呢倒地之后啊，起身非常的利索。我们经常有一个讲法叫没有学打先会学挨，挨呢就是说你抗击打能力，抗击打能力。我记得习主席在给青奥会的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在提这个技术要领的时候呢，讲到一个，首先是讲抗击打力。再一个就是场上的控制能力，这个非常关键的，讲得非常的到位，非常专业。又是个地面，注意了，小心小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是步伐跟进非常快，又是连续地面。但是我们看中国选手啊，这个拳法还颜色。说到步伐，刘老师啊，众所周知你是义拳和大轮拳的这个名家，像大轮拳里边的桩功，对我们现在综合格斗的运动员有什么借鉴的地方没有？我们讲就是以身为拳，赤环得输，手中用功，尤其撑三抱膝啊，和整个这个身体结构的紧密结合。以身为拳呢，就是说遍体无点不弹簧，全部呢都要发挥作用。正所谓叫全拳不用威之拳，就是你全部都要用，就跟用兵一样，用整力，要全胜。足球讲究全攻全守，不说单纯的攻，单纯的守，这攻防转换之间呢，都要衔接互相的发挥作用，这个至为关键。尤其是处处是弹簧，怎么理解？这个很一触即发，有感刺应，一触即发，你做出反应，我非常及时的进行应对。我们有些队员做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是做过了，过犹不及；有的时候没做到呢，实际上呢，你跟对方的威胁也非常有效，尤其是比较犹豫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效果会被对手啊趁虚而入，所以动作没有预兆，但是一旦爆发，使对方呢猝不及防，这点是至为关键。练成身是人体的本能，是本能，调动良能嘛，就是一个基本能力，叫激发的身体的本能。好，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法拉德的攻击非常凌厉，
这个中国选手要下低腿呢，我觉得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对方反击的时候，一个低边干扰就可能把你撂倒，所以我们这个起腿的时候记得半边空，平衡注意。好，这回合的时间到了。在前面回合较量中呢，我们看到两个选手啊各自特点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尤其中方选手在开局不太有利的情况下呢，他主动的创造一些条件，为自己的优势技术呢得到充分的发挥，做出了努力。首先是压住了阵脚，跟对方这个打法基本上能够对接，能够进入这种对峙的这种状态。要是从刚才的比赛来看，这个蓝方运动员的甩脑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刚才一个侧拽，最常见的侧拽把柳化龙给直接踹到台地，而且他非常准。因为在击打的时候呢，非常忌讳的一个就是盲目性，就瞒着头混干，就横抡，这样呢就是在判断的时候啊，校对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你一锤子买卖，那很可能击打效果就非常有限，尤其你不能及时调整。二踢脚，我们现在讲的是激光制导，你跑我也追，你跑在哪儿我追在哪儿。追到哪儿？要说在您的解说中经常出现两个专业的术语，时间差和距离差，能不能给全民解读一下？我们散打对抗中经常提到一个，就是手眼身法步，点线面举持，刚才是脚下一滑。手眼身法步呢，指的是身手协调，再一个呢，身体的重心呢、平衡啊、协调性啊、灵活性啊，动作的整体幅度啊，还有启动频率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些动作要素。但是呢，你要跟对手来进行比拼，占据优势。所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对抗项目，它是在运动中对抗条件下互为因果，然后要治人不治于人，不是我们单纯讲的我习惯练一个某一种动作，但是在场上的千变万化的情况，你要及时应对，这才是至为关键的。所以我们叫实践出真知，也是实战出真知。好，跟平常的那种说招是有差别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经常讲的蛮拳打倒老师傅嘛，不管怎么着，三七二一，尤其抗击打能力，如果说平常感觉是还行，可是呢，在这个强度冲击下，头部啊、腹部啊、肋部啊，或者是腹侧韧带啊，被重击之后啊，那个动作变形啊、心态产生变化啊，各方面呢，呼吸受的影响啊，这些要素呢，对比赛都是重大的干扰。所以我们讲的，所以习主席专门讲到了抗击打能力和场上控制力呢，这是缺一不可的。击打能力和抗击，再讲的就是一招制敌的能力，就一击必杀。现在我们看到巴拉德基本上还是得手了，现在是比较顺利。巴拉德这个时候应该坚决打前手，打交持，现在还是用高边潜入。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选手虽然又看到是还是有些流血的现象出现，但他还是比较沉稳，并没有乱了方寸。因为他这个伤口是鼻梁在眼部以下，头部的保护啊，这个双手要注意肩架，注意肩架。现在场上裁判呢是根据场上的态势让衣服监督，这也是我们赛制啊，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掌握赛制、掌握规则执行尺度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安全度在规则中的执行呢，我们有一个体制上的保障，在保证精彩的同时也保证运动员的安全。Yeah.
还一点呢需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规则规定，作为一方选手的或者双方选手的教练员，他们有保护运动员的义务，在比赛中呢就是要手持白毛巾，哎，一旦是发现有些状况对运动员不利的时候呢，就可以主动的放弃比赛，放弃比赛弃权，这也是对运动员安全保护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保障。但是作为一个搏击运动员呢，但是应该是不会轻言放弃，不会轻言放弃。我们看到法政员也非常的注重武德，上了以后呢，给对方鞠这个躬。看来这个伊朗潜入漂亮。做了控制，我看到起身也是非常快，退步零幺。其实法拉德呢是示意了一下，说刚才那个地面上可能有些湿滑，所以运动员呢技术方面受了影响。漂亮！他是左右开弓啊，真假虚实呢，这个是对手很难判断。他的这个散打的基本功很扎实。就是高边连续侧踹。正所谓是十腿九胸。因为从腿部的肌肉结构力量来看呢，它这个发力的力度啊，如果用得得当，那么说给对手的这种伤伤性呢是非常沉重的。据我们以往的测试，一个侧踹腿呢，作为70公斤左右的选手，侧踹腿的力量应该是在350公斤左右。这个传统经常讲说，一拳打死牛是有可能的。这个相对而言，因为牛呢，你看什么状态下的？因为在移动中啊，我们是要求呢，是跟对手的一个互动，尤其这个互动是在自己能够调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讲原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怎么使不如神呢？就是能够调动对手啊，按照自己的方向呢，掌控比赛的节奏，掌握比赛，掌握主动。好，比赛的回合。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2016大圣武艺中国综合格斗中外挑战的现场。今天的解说嘉宾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刘普雷老师。刘老师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回合较量呢，我们看的还是互有长短，各自的技术风格呢现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如果不见什么意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场上呢法拉德呢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看来这两个运动员的体能储备还是很充沛。中方选手呢，他现在是压住阵脚，相对说呢是在防守状态，被对方压着打。可是他不失时机的，只要对方在攻击中出现一些间歇，或者是有些节奏上的这个变化，出现一些破绽的时候呢，他会立即进行反击。而这点呢，对于一个职业的选手来讲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反击打得漂亮，因为对方那个腿啊踢空了，这个时候他不用盲目的消极的说就被动的进行防守，他及时进行反击。好吧，继续。
场裁判提示呢，红方继续进行，因为他虽然鼻子出血了，但是场裁判呢是掌握这个孰轻孰重，两利相权，两害相权，有一个取舍，保证比赛的这种流畅性。好，好，这个时候呢，场裁判呢还是注意的观察运动员的这个状态，如果流血的这个超过一定的度，那么说是比赛呢应该是节奏上进行一个调整，医务监督，医务监督来检查一下，看能否继续参加比赛。这个因为鼻梁骨啊是比较的薄弱，所以有时候会造成鼻梁的骨折。我们很多不少选手啊，都比赛中呢都有过这个鼻梁骨被打到骨折、骨裂啊，这种经历呢都会经历过。包括摔跤、柔道的选手，都会有的。而且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细节啊，很多摔柔的运动员的耳朵都特征比较明显，他叫菜花什么呢？菜花一样包的那个包的、菜花，所以因为他们在扭打的时候啊，经常被对方夹紧，夹紧需要摆脱，所以那个软组织、软骨啊，它就会变形。长时间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法兰德做了一个初步的动作啊，正蹬。但是呢，我们看到是中方选手呢，还是跳出圈外，拉开了距离。好，漂亮，前手迎击，有个前落，接腿。摆脱也是非常的迅速。我看的中方选手啊，训练确实还是比较成体系的，踢打摔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可是从他技术特征看呢，他对于这个潜入啊，这个转入地面呢，他现在技术上没有做什么选择，战术上也没做这方面的一些部署。李老师，凭您的经验，如果我们红方运动员想获取本场比赛的胜利的话，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呢？现在我们只能是说呢，根据实力来决定自己的技术战术，还有包括呢技术、战术、体能和心理。心理呢叫稳住阵脚，不为所动，不为所乱。从体能呢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钱，如果在对手体能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发起一轮反击，比如冲将近10秒左右狂风暴雨的这个机会，一次重击使对方的重心和这个协调性出现这个破绽之后呢，像这种猛攻机会就有了，给对方，但是他扑了，不要扑，应该是进退自如，就是给对方造成压力以后，对方要反击，那就拉开距离，然后继续啊，就是进进退退，吞吞吐吐，像蛇一样吞吞吐吐，对，这是至为关键的侧踹。因为有的选手在打成被动的时候啊，他会跟你这个纠缠，他是防守型的纠缠。现在这个局面呢，对于中国选手是不利的。这个蓝方运动员没有。现在蓝方选手呢，还是选择了这个控制局面。看样，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场上这个点数上啊，还是有点信心的。有点优势的。然后最后结果呢，还要看这个裁判的最后的这个宣判和最后的统计结果。看来，这场比赛要靠裁判来宣判来决定胜负。加强拳腿，他现在比较有把握，但是体能也是有所下降，我看动作有点变形了。看来两个运动员都不愿意再拖入地面了。漂亮啊，这就讲的横左竖上协正相生。现在两个运动员的体能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我们看到作为法拉德啊，他体能储备呢也还是比较的自信。他30岁的老将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腿部啊，贴着一些这个胶布，说明他的也是带伤作战。带伤。这腿迎击啊，势大力沉呐、啊！对于中方选手来讲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现在每一拳、每一腿对他们都是一种考验。这个时候是为了荣誉、为了尊严而战，胜负呢应该置之度外。好，要求呢双方的较量继续进行。现在比的不是技术了，现在比的是意志了。现在法拉德呢战术就是打控制。好，回合时间到。
咱们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屈膝中英体中外对抗赛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27-30 Judge 1 27-30。二号裁判27-30 Judge 2 27-30。三号裁判28-29 Judge 3 20-29。本场比赛最终的获利。